用我的方法，孩子背诵古诗最多只需要2遍到5遍，而且终身难忘。孩子背诵默写怎么这么难呢？会不会是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没有给孩子说清楚呢？最近小学4年级有一个古诗背诵默写的作业，背诵南宋诗人卢越的《雪梅》，很多孩子花了20分钟乃至半个小时都没有背下来，就算是强记下来，很快也忘记了。这怎么行呢？这考试的时候还怎么记得住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首诗，家长你背下来需要几遍？接下来用我的方法，不管你是家长还是学生，只需要2到5遍就终生难忘。接下来我先给大家背诵一下这首诗的全文。雪梅，南宋卢越。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平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亲爱的家长朋友，你们背下来需要几遍呢？我看到这首诗一共只看了2遍就背下来了，而且确实终身难忘。那我是怎么教会孩子的呢？首先我们老师要知道孩子背诵不下来他的难点在哪里。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背诵古诗的最大难点在于对于这个诗词字句的理解。比如说这首《雪梅》，老师或者家长在辅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诗词整体的寓意以及一些字的含义给孩子讲清楚。这个诗整体的意思是指梅花和雪互相争春，各不相让，同时梅和雪都有它各自的优点，各有所长。那么作为作者，作为诗人，要给他们评判一个高下，感到非常的为难。这个诗呢，讲明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每个人他有他不同的优势、长处。我们教会孩子在看人的时候，要学会取长补短。那么他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呢，也说明当我们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最优点的时候，我们往往感到为难，感到犹豫，感到难以抉择。那么我们呢，在选择的时候不能既要又要，否则就会像在雪和梅中间做一个评判一样，显得非常困难。那这个意思一理解，再把中间的一些关键字给孩子讲清楚，孩子马上就能背下来。而且家长，你在给孩子讲解的过程中，你自己都情不自禁2遍背会，而且这首诗对您和孩子来说都印象深刻，很难忘记。那你说他以后考试不是轻轻松松吗？把背诵默写的时间节约了，是不是可以多一些时间来做别的功课呢？这样的话你整体的成绩不提高才怪呢。第一句梅雪争春未肯降，告诉孩子降就是投降认输的意思，梅和雪争春都不肯认输，各不相让。第二句骚人搁笔费平章，骚人就是文人墨客，这里指作者，也指这些文人骚客，就是古代写文章的人嘛。给孩子解释清楚这个词，孩子不就是牢牢地记住了吗？搁笔就是把笔放下来，这个搁在课本里它是写成阁楼的阁，告诉孩子这是一个通假字。这个阁就跟现在把东西搁下的搁，提手旁的搁是一个意思。费平章，这个平章要告诉孩子，不然孩子都记不住背不下来。平章字面的意思是评论文章，在这里就是指给梅雪做一个评判，像裁判一样的。孩子明白这个意思，是不是就容易背了呢？这前两句的意思知道了，接下来后两句就非常的顺畅了。后两句就是诗人对梅雪的评判，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就说梅花跟雪比，你没有它白，三分白，这个三分只是一个量词，一个表示程度的量词，并不一定定指精确的三分。就是梅呢跟雪相比，你没有人家那么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一段香就是一片香气的意思。那么雪跟梅花比，你又没有梅花的芳香，大家是不是各有优势呢？
这样的话，整个的文章的主题中心思想是不是就很明确了？思路清晰，孩子背起来是不是一气呵成，印象深刻呢？关注我，曾经的高考文科状元，用科学的方法提升孩子学习效率。